温泉。啊，小东，我想跟段伯伯单独聊一会儿，你在外面等我好吗？嗯。这个事我知道，池田一定会邀请您参加的。他就是不邀请我，我也要去。您为什么一定要去？我要让他看看，这次会议不是他池田的大会，而是我段向瑶的大会。温泉呐，我听说你救了郭成孝，而且把他接到了总立社为他治病。您听夏至说的。嗯，是。段伯伯，我想多了解下郭成仁先生的事，您不是和他很熟悉吗？对郭成仁先生我并无过多的交往，只是可惜我也没有帮上他。是啊，郭先生死得很惨。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记住这血海深仇的。嗯，温泉呐，以前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误解了你，甚至把你当成了汉奸。今天我向你正式道歉。段伯伯，也怪我一直瞒着你。哈，我想来想去呢，有件事情啊，我还是得托付给你。我刚才都听见了，您放心吧，段伯伯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这些孩子的。嗯，你都给我仔细找，别漏了啊。是。是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哟，回来了！我当你这一走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呢。把人给放走啊！别跟我演戏了，你我还不了解吗？啊，你真给我丢人，就这么几天就忍不了了你？哎呀，是是是是，人就是我放的，你想怎么着吧？裴富贵，你还想打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，老娘就死给你看！打呀打呀你！行了，你完没完？玩够了没有？看来我真得好好关心关心你了。别只用嘴巴关心啊，老娘没钱了。
老爷，骆老爷来了，请他进来。哎，请。骆老爷，请。这把刀，你认识吧？好像是有点眼熟。我想把这把刀送给你。二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既然叫我二哥，就还认我这个结拜兄弟。这把刀你当真没有见过吗？我都说了只是眼熟，但是我实在是记不清楚了。时间太长了，记不清也正常。我把这把刀反过来，你看看，看看上面刻的什么。我知道你想起来了，按次排序，耿飞兄老大，我老二，你老三。用这刀歃血为盟，结拜时曾有誓言，若有背叛此意，用这把刀诛之，你还记得吗？哎呀，那时候太小了，实在是记不清楚了。耿飞兄的死是因为你吧？李柴坝290个无辜的百姓是因为你而死，是不是？就是唯一的一个目击者郭成孝，你也朝思暮想的想除掉他，是不是？就连池田也想除掉他，因为你们之间有一种不可告人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梁文泉的杀父仇人，对不对？作为结义的兄弟，我有义务结束这一切。这把刀你虽然忘了，但是它能让你想起当初的事情。我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腾冲的百姓不会原谅你的，耿飞兄不会原谅你，就是小东知道不会原谅你。文泉如果知道他爱的人的父亲是杀他父亲的人，他也不可能原谅你。我想来想去，身为兄弟不能为兄长报仇，我的心里痛啊。可是真让我手刃兄弟，我下不去手。
二哥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听到的这些事情，也许这都是你的臆想。你看看，兄弟，我好心好意来看你，结果……这把刀我先收着，这毕竟是我们三个人的纪念。告辞了。完了，已经都完了。你这枪玩的真溜啊。嗯。都是好枪啊，就是不能用。怎么不能用呢？这勃朗宁是夏至从保罗那儿弄来的，没子弹。啊。这是高长官送我的。后来池田又送给了梁文泉。但这枪根本不能用。脚后跟都能想明白，你只要敢打就露馅儿。小日本的检验技术真的那么神吗？你试试。啊，我不是。哼。你明天就要行动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要是老井在就好了，他那把井破刀神出鬼没的，保证一刀就能要汉奸的命。我觉得这枪的问题啊，还是让姓梁的解决。你觉得他能弄来吗？哎，大哥。哎，老大，你说这姓梁的有什么特殊使命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去问他呀。他怎么会告诉我呀？他一共党。那他就能告诉我？我觉得他不像是替共产党敛财的呀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瞎想瞎问。我说老康，你说你少说两句会死啊。行行，我改我改。吩咐下去，今天所有人都要小心护院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如果有什么动静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去吧。哎。
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段向尧给你们叩头了。拽上来，小心。老爷，奴才自右边来到段家，也听得段家有宝物，叫腾冲之印。老奴今年五十有六，头次得见，三生有幸啊！此乃我段家镇宅之宝，梦幻腾冲。就是我也是第三次见到他呀，第一次见到他。是在我弱冠之时，我爷爷带着我父亲让我在成人之礼上见到的。当时我还小，只觉得他美艳极了。第二次见到他是在我大婚时，由我父母拿出来见证我和夫人的大婚。腾冲城早有传说，说段家有镇城之宝。我以往认为是虚妄之言，今天看来，此言不虚啊。这块宝玉颇有些来历呀、啊。听我爷爷说，在明朝洪武十五年的时候，腾冲首设腾冲府。是年段家先祖在缅甸
池田一定会邀请您参加的。他就是不邀请我，我也要去。您为什么一定要去？我要让他看看，这次会议不是他池田的大会，而是我段向瑶的大会。真的是汉奸，可他说他是顾及到孩子们的生命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我看咱别瞎猜了，会场上就知道了。老爷，使不得。印，是腾冲之印，也就是腾冲之魂。腾冲之魂，应该永远在腾冲。当初，先祖就设有玄机，直通地下水脉。我把铁链砍断，腾冲之魂，就永远是腾冲的了。老爷，日本人他休想！老赵，明天四京吃饭，把家里人都叫来，我有话要说。老爷，您真的要打发了我们吗？是啊，老爷，我们干得好好的。您为什么要打发我们呀？你们说的不对。我呀，不是打发你们，你们是我们段家最值得信赖的人。你们在我们段家长的有几十年了吧，短的也有几年了，是因为我要出趟远门，你们呢就先各回各家，等我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啊，我再把你们都请回来，好不好啊？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，我在这里谢谢你们。哎，你为什么又开一瓶？昨天那一瓶还没喝完，怎么就没了？一定是你偷喝他了。没有，先生，不是您自己喝的吗？你滚出去。啊，是。什么人？你干嘛？哎，阿贵，阿贵，哎，先生，什么事？
你脸门都看不住，是小偷喝了我的酒，笨蛋。小偷在哪儿啊？他跑出去了。啊！王老板来了，坐呀，来，我坐那边，一会儿来找你啊。来了，来了，是。哎，这边，是。哟，来了。哦，你认识啊？你也来了。卡纳拉兹，阿伊茨奥，斯卡曼奥。哎。保罗先生，你来了，你先来了。你好，保罗先生。你好，我们一会儿聊啊，一会儿聊，请坐。郭成秀，小陈，郭成秀在这儿，快把他弄走。那我这就过去。小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回来！你要去哪？回来！哎，来，回来！走，快走！那咱们走吧。列宗，不孝子孙段相尧向你们谢罪。自从东阳倭寇侵入腾冲以来，烧杀抢夺，无恶不作，山河震怒，罄竹难书啊！相尧欲毁家遇难，扬我中华国威，灭他东阳倭寇之气，望列祖列宗宽恕。段先生，时间到了，请吧。
请安静，各位请坐。今天是祭奠在飞凤山战死的56个大日本帝国皇军日子，非常荣幸能请来腾冲的格鲁精英，我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。另外我要告诉大家，我还请来了大家熟悉的段先生，还有他给大家带来了腾冲之魂，现在有请段先生。腾冲的父老乡亲们，我段某人在这里给你们有礼了。我段某是一介书生，没有机会弃笔从戎，保卫国家，保卫腾冲。作为中国人，腾冲人，我有愧呀。乡亲们，今天我把这腾冲之魂献给日本人，实属无奈，请众位乡亲原谅。我请乡亲们见证。段先生，什么？古鲁萨瓦，从塔尔斯到通讯之夜了，这不是尔斯吗？段先生，什么意思？池田先生应该认识啊，这是尔斯。腾冲之魂呢？腾冲之印呢？池田先生有所不知，高丽贡山的云雾培育了腾冲的大米，勤劳的腾冲人民用大米制成尔斯，尔斯世世代代养育了腾冲，养育了腾冲的百姓，历经百年千年，此种食品从没有断绝。尔斯驰名中外，它集中天地之精华，日月之精气，方便又好吃。这难道不是腾冲之魂吗？段先生，我很喜欢你的腾冲之魂，可是接下来你要给大家谋权狡猾，你要注意点。请段先生给大家谋权讲话。他让我说呀，我就说两句。要提到大东亚共荣，不能不提立柴坝。290个无辜的老百姓就被日本鬼子残酷地杀害了。最近又有100多个无辜百姓也被他们秘密处决了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共荣啊。他们去飞凤山掠夺我们的矿产资源，矿产资源是我们的，我们没有请他们。他们去的兵被我们给歼灭了，他们却让我们来出抚恤金。今天呢，我就是抚恤金，我希望通过我这个抚恤金能让你们沉睡的人们惊醒，能让他们日本人明白，没有日中亲善，大东亚共荣是谎言。啊，别出动，
唬不住我，我还没有给你们抚恤金呢，这就是给你们的抚恤金。风起云儿飞，思如烟，情如蓝，岁月悠悠爱追随。雨起云来回，心相依，愿相聚，一浓一淡一跟随。轻伴风雨归，你的手紧紧向前到永久。人相依，梦相守，今生今世已拥有。心不变，爱不够，生生世相依，梦相守，今生今世已拥有。心不变，爱不够，生生世世去等候。心不变，生生世世去等候。